大家好，我是 Elsa 菲菲妈咪。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是在2023年梨茶品季推出的红妹春饭提篮。那红妹春饭提篮里面有六种不同的茶点，再搭配两款乌龙茶。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六款不同的茶点，包括了像甜心覆盆梅雪球，那这个是黑芝麻曲奇饼，黑芝麻曲奇饼非常非常的香。然后还有两款绿豆碰，这个绿豆碰是百年老店的制饼背景，再搭配上新的汉饼呈现，非常的好吃。那里面还有像红包袋啊，这个真的非常应景，过年发红包就用这个。那两款乌龙茶分别是传统乌龙茶的山泉和黄金乌龙茶的古意。那还有两张春联，其实贴在大门上，贴在窗户上，你知道过年有时候就是应景贴一下。红妹春饭提篮，它是以牡丹花为主题，你可以看到整个镂空轮廓的设计是非常的有文化气息。那送来的时候，其实外面还有一个塑胶盒，这个塑胶盒也非常方便好拿。那我们就一款一款的来介绍吧。首先跟大家介绍的，这是乌龙茶麻薯。这乌龙茶的那个内馅惊艳，就有种一打开就闻到茶香，然后入口就觉得哇，那个茶的味道很浓郁，而且会有一点点那种茶的那个在那个舌根的那种丹宁，还有那种茶的那种香气，带着一点那种茶的回甘，超好吃，真的，大颗，这比很多钱。再来上一杯热茶。梨茶品季使用的茶叶非常的好，整颗茶叶球会在水里泡了之后就散开成完整的茶叶片，可以冲泡很多次，而且分量也很够。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菠萝奶黄绿豆泡，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非常的松软，因为有产地直送的咸蛋黄，还有外皮这个香酥脆口的菠萝上衣，其实啊，咬起来真的是超香超浓，非常的美味，而且又不会太甜。黑芝麻曲奇饼带着浓郁的奶香跟芝麻的香气，在嘴里完美的结合。甜心覆盆梅雪球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入口即化之后就会在嘴里咬到那个杏仁颗粒。剑花饼看起来超漂亮，但其实它是很有层次的一个杏仁，一口咬下之后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丰富，甜而不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梨茶品季的小点心。好，吃看看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发红包咯。来，新年快乐，多多。新年快乐，谢谢。你要说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新年快乐，谢谢，恭喜发财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好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更多介绍请见部落格文章，拜拜。